OK，大家好，欢迎这个大家来听我的这个 talk。我今天要讲的是Scala 3Scala 3。那不过哎，sorry，在这之前呢，我可能先介绍一下这个我们 Scala Taiwan 的这个group 那这个我们有。Scala 台湾呢，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个 group 已经大概有3年了吧，应该有3年了然后上面有我们的这个 Gitter Channel，我们有这个 FB 的这个group，然后底下有一个这个 Scala 台湾的 Meetup。那我们 Meetup 的话，基本上是每一个月会举办一次那如果我们没有 speaker 的话，我们就会找一个地方喝啤酒，然后聊天这样子。OK。所以这个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啊，这是我们今天的 agenda 然后这个过去啊，我们在网络上面时常有看到有关于现在了开始有一些有关于 Scala 3的一些 talk、一些 presentation，然后里面大部分都是以它有什么新的 feature 啊，一个 feature 一个 feature 讲哦。那我想，我今天就要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就是说，我会有一些 sample code 出来，然后大家透过这些 sample code，我们来介绍 Scala 3的一些比较新的这个不一样的 feature。所以，什么是 Scala 3？Scala 3呢，它基本上是就是下一个 generation of Scala。那 Scala 现在是在2.13.1那这个 Scala 3基本上应该是明年的秋天会有 general release。它现在的话是有一些所谓的 RC 的版本，它这 RC 的版本大概每6个礼拜、4个礼拜到6个礼拜就会出一版所以算是蛮频繁的。那它这个里面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我觉得已经算是。我现在用起来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多 bug，还是会有，可是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它基本上这里面有很多新的 feature，然后有很多clean up。它 clean up 的意思就是说，Scala 2里面它会有的一些maybe 比较不清楚的地方，比较不好的地方。毕竟 Scala 现在也是已经超过10年大家使用的历史，所以它 Scala 3呢，在这上面它就做了很多的这个 improvement 然后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确实是会让大家使用起来的时候会更加方便一些。它的 source code 的话，Scala 3的 source code 基本上跟 Scala 2会是 compatible 所以你如果有 Scala 2的 source code，放在 Scala 3里面，基本上应该都可以 work。不 work 的地方，他们未来也会有一个 source code 转换的工具来做一个转换所以理论上，因为它这转换的工具呢，他们都一直说我这不会是这个 Python 3的这个重复所以因为我们 Scala 有 type，OK，那所以理论上应该会比较好转，这个 transition 应该会比较好一点。Library from Scala 2跟3呢，它两个都可以互相使用。现在的话，你现在已经可以用 Scala 2的 library 在 Scala 3上面你只是在这个 library dependency 那个地方，你要多写一些东西。不过它基本上已经可以用，只要没有 macro 的话那未来的话，Scala 2的 library 可以用在 Scala 3的 project 里面，Scala 3的 library。可以用在 Scala 2的 project 里面他们未来这个两个版本的 library 都会是 interchangeable。现在的话，我们都是用这个 VS Code，然后搭配它上面这个 Dotty 的这个 language server 的 plugin 我们就可以来写 Scala 3的 code。Dotty 的话是 Scala 3的一个它的 code name 就叫做 Dotty 所以底下这个 link 的话，就是for detail，大家可以去看。这上面有教你有一些跟你讲有哪一些新的 feature，然后也有跟你讲说，如果用 VS Code 的话，你要怎么样子开始所以，我们先来讲一下它有一个新的，算是新的 syntax。第一个就是说它是 optional 没有人规定你说你一定要用这个 syntax，它是 optional。然后呢，有一个就是新的 control syntax，
新的 control syntax。那这新的 control syntax 我觉得不错，就是说像 if 的话，它把括号拿掉了，好，多了一个 then。while 的话也是一样，把括号拿掉了，可是后面就要写 do 啊，while do。这个 for loop 的话也是一样，它外面的这个大括号它拿掉了，好，for do 啊。所以这个的话，它基本上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城市看起来会更干净一些哦。另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它有一个 optional braces，就说你外面的这个大括号其实是 optional，你只要你里面的城市呢，你是有 indent 的话啊，你是有退行的话，它基本上是不需要 brace 的。所以我等一下会秀给大家看的 sample code 里面，就是这两样我都有用上去，所以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哦。所以新的 Scala 看起来有点像是 Python 的那种感觉，因为已经没有这个 braces 啊。不过你还是可以写，它纯粹是 optional 啊。然后它有一个 compiler switch，所以你只要下了这 switch 之后，它就可以100%的转换，从有 brace 到没有 brace 哦，它都可以转来转去，没有问题。好，那我们现在看的第一个城市，我们叫做 select 点 Scala。那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它基本上就是我来demo，就是它有一个 the ability to select something 啊。我们现在可以去选一个东西，然后有一个办法能够选一个东西。那这里首先介绍的呢，就是这个所谓的 given syntax 啊。这个 anonymous 的 given syntax 呢，其实这个就是过去在 Scala 2里面我们称之为 implicit。implicit，所以，我们在 Scala 2里面，我们说 implicit val 的时候呢，你就是用这种，现在是叫做 given 啊，所以以前叫 implicit，你现在可以把它看成说，以前我称之为 implicit 的东西，现在我都把它称之为 given 就好了啊，所以这里过去是 implicit select，我现在就是 given。你这一个有一个 select 的这个 instance，或者是下面的话，就是如果你是有一个 generic parameter 的话，过去在 Scala 2你要用 def 来做的，现在也是用 given，所以这个就已经是它第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不需要去决定说，哎，我这是要是 implicit val 还是 def 啊，它自己就帮你做一个做，它自己在背后就帮你做一个决定了。Extension methods，这个你看，大家看起来这 syntax 又有点不一样哦，跟过去我们所熟悉的一些语言的 syntax 都有点不一样。不过我觉得这个你只要看习惯之后，还算是蛮 intuitive 的哦。它基本上就是说我前面这个 a 呀，这个 x 啊，它可以，如果你要做 x 点什么，你要做一个 extension method 的话，这个就是它的 syntax 哦。所以就是 x 点 select，然后后面一个 selector 的时候，那这个就是它的 syntax。所以现在 define 这个 extension method 在 Scala 3里面就变得比较简单了。要不然过去的话，你要除了这个，你原先写你要先写一个没有，你要原先写一个这个class 之后，然后你还要再做一个 implicit class 来做这件事情。第三个 main function，现在的话，它 Scala 3它为了要大家比较容易使用哦，所以我前面只要需要写一个小老鼠 main 啊，这个 function 它就会是一个 main function 了，就已经是一个 main function。所以现在甚至于不需要做 extend 这个 app 哦，你就直接写一个小老鼠 main，它就是一个 main function。你这个 function 如果说这个 function 本身它有 take 像 int 啦、string 啦什么的时候，它甚至于会在你在下这个 call 这个 main function 下 command line 的后面的这些 argument，它都会自动的帮你转成是 int 或者是 string。只要那当然转错，就是你他想要接受 int，可是你没有给他 int 的时候，当然这个 main function 就不会 start。不过基本上他已经做了一个基本的这个帮你在那一边了。那当然不是，这不是全部，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些比较复杂的 main，你还是有原先的这个 main function 你可以来使用的。最后一个这个 given imports，过去的话，我们在做 import 的时候，如果你要 import，不管是一些 object 或 class，或者是你要 import 一些 implicit 的 instance，你都用 import。可是现在 Scala 3不一样哦，如果你要 import given 的话，你一定要写 select 点 given，你这个就是基本上 given 的 import 跟一般其他的 import 是走两条不同的路，你要做两个 import 它才能够两个都进来。我们来看一下程式。
这个就是我们的 select 啊。那这个 select 里面，我们先 define 一个这个define 一个 trait。那这里面的话，就是说我要从这个 A 这个地方 select 某一个东西，然后 optional 可能有可能没有，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 select 的话呢，这就是我们的这个given 的 instance 啊。这里我们说我要 select 从 index seek， 我们知道在 Scala 里面 index seek 是什么，像是array seek 啦，像是 vector 啦，它都是 index seek。所以我这一说 index seek， 然后它的 selector 是 int，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做一个index 的 access。所以这里我就说，我们基本上检查这个 selector 是不是在零跟它的长度之间，有的话我就做 sum， 没有的话就是 none。OK， 或者是如果是 map 的话呢，我们的 selector 就是 A， 就是前面的 key A。所以我现在做一个这个，我就做 x 点 get selector， 这样就好了。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做了一个这个 given 的 import。OK， 那 main function 长的就是这个样子，前面一个小老鼠 main， 然后这底下就是这 main function。大家注意到没有？我这个大括号都没有写，因为是 optional 啊，所以我只要有 indent 过来，我就不需要写大括号了。那所以我有这个 given 的 import 之后呢，我就可以说 vector 123 select 1的时候，然后就 sum 2， 对不对？得回来就 sum 2。如果是 array seek 的话， 3因为没有，所以要 return none。如果是 map 的话呢， select B 它 return sum 2。tree map 里面我要 D 的时候要 return none。OK？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这个，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它这个 given 其实就跟过去 Scala 2的这个 implicit 是一样的，只是它更简化了一些，让我们使用上面起来更加的方便啊。接下来我们有一个这个 calc Scala， 这里的话呢，我要做的是所谓的 type length 的 calculation 啊，就说我这个，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说我可以用。我们可以这个用几公分去乘以去加上几英尺啦，或者是几公尺加上几英寸啦，这些都可以做。这里我要介绍的一些新的 feature 呢，就是第一个是 opaque type class type aliases。那这个在 Scala 3里面呢，它非常好，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过去在 Scala， 如果你要做一个新的 type 的时候，你要去用 case class 把它包起来。只是 case class 包起来之后，我们都知道在 JVM 上面，这个就是又多了一个这个 object 的 creation 哦，因为它把用一个 object 把你要的这个值包起来。那 opaque type 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它是在对 compiler 来讲，它是一个新的 type， 可是它真正 compile 出来的class file 里面，它是并没有外面的这个 wrapper 啊，所以它的 performance 啦，或者是它的这个它的占的 memory 啦，都会很少啊，所以它的 define 的方式就是 opaque type， 然后你给它一个 type， 所以这个 type 一定必须要是我们所谓的 primitive type 啊，或者是这个 tuple 啊，所以 opaque type， 然后这样就可以 define 这个 opaque type 的 alias。这底下有一个这个所谓的 collective parameter， 等一下我们看程式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了解哦。然后Scala 3也多了一个 keyword 叫做 inline 啊、哦。那 inline 的话，这跟过去 Scala 2小老鼠 inline 不一样。Scala 2的小老鼠 inline 的话是它会想办法去 inline 你的程式，可是它没有 guarantee。Okay? Scala 3的话写 inline 这个 keyword， 它就 guarantee 你这个 method 一定会被 inline。 OK， 那这个是它比较好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calc 这个东西。我们先 define 一个 trait， 它叫做 units 啊。那有一个 apply 的 function， 它可以得 unit value 是 double， 2 meters 就是转换成为公尺的话也是 double。 然后这有一个 to， 它是一个 conversion 的 method， 我可以从一个 type 转成是另外一个 type。 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 millimeter 就是我们的这个 opaque type、哦、我这里把它 define 成 double。 那这个 opaque type 的好处呢，是
他的做法是这样子，就是说我在这一个 calcs 这个 method 里，这个 object 里面 define 这个 opaque type 的时候，在这个 calcs 这个 object 里面啊，所有的在这 object 里面，对这个 object 来讲 millimeters 就是 millimeters 就是 double， OK？ 那当然只有在它所 define 它的 scope 里面，在 scope 外面的话 ，millimeter 跟 double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在 define 它的 scope 里面 ，millimeter 就是 double，OK？、Okay? 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 apply， 这里看的就很清楚 ，apply n 等于 double，n 是 double， 它要 return millimeter， 对不对？它要 return millimeter， 可是我这里可以写直接等于 n， 因为 millimeter 就是 double。OK，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像 unit value 啦 ，2 meters 啦 ，two meters 的话就是当然是 x 除以1000，就是它有多少 meter 啊。下面 centimeter 也是一样 ，OK， 或者是甚至meter， 英寸跟英尺的话也是一样啊。英寸的话就是它 two meter 就是它的这个东西乘以 0.0254， 对不对？好，所以。它我看一下哦，这里好。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 define 这个millimeter 这个 method。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先来看一下上面的 given。上面 given 是正常的写法，就是说我要三个 millimeters， 然后就 return millimeter 给我。这算有点像是 creator function 啊。那底下的话，我要 define 另外一个，你给我十的 meter， 我就把它转成是十 meter。的这个 object 给你，只是这样子，你前面都要写 double 比较麻烦，所以 Scala 3也有一个syntax 叫做 collective parameter 哦，你可以把前面的 double 都拉到 given 上面来哦，这前面 given 本来没有的，我现在可以把它全部拉到上面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不需要写前面这一段了，因为后你底下这几个 method 它都知道说最前面一定有一个这一个 ，OK， 所以这只是比较简短的一个写法哦。然后这里我们 define 了加减乘除，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哦。它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说，两 meter 乘以十加上三个英寸的时候等于是什么，或者是十个 meter 我要转成是英尺的时候又是什么，十尺转成是 millimeter 又是什么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它这个我们用 opaque type 来做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的这些所有的 value 外面都不需要 wrapper， 所以我们然后再加上我们这里又都做 inline， 所以基本上这个 calculation 在 JVM 里面是非常 efficient 啊，它可以直接，它基本上这里就只是一个数字的运算而已，没有任何的 object 的这个 wrapping unwrapping。我想我们要快一点，我的东西蛮多的。OK， 我们这里有一个这个 actor， 那actor 的话，我们知道Scala 有一个很有名的 actor 叫做 Arca 哦。我们这里也有一个 actor， 这个 actor 是 Lee Howe 写的哦。只是这个 actor 它基本上只有18行而已。我把它本来是用 Scala 2写，我转成 Scala 3哦，大概18行而已。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我们会介绍所谓的 union type。我们等一下看程式里面就可以比较清楚知道什么叫做 union type。OK， 这个就是从李浩宇，我从李浩宇那边偷过来的 actor， 它就是18行而已。不过虽然只有18行哦，可是它这个已经可以做到蛮多事情哦。它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 method， 一个叫 receive， 就是你自己要来 implement 的。一个叫做 send， 我可以 send 这个 actor 某一个 message， OK？ 那虽然这个这么简单，不过我这 actor 已经可以 guarantee 说，任何一个message 送进我这个 actor 里面来的时候，我在任何一个时间，只有一个 thread 会来 process 这些 message， OK？ 这是它的 guarantee。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当然 new 了一个 actor， 我们就要来 implement 它的 receive 的这个 method， 对不对？这是跟一般的 actor 是一样的，只是在这里我们 type 看到说，这里就用了 Scala 3的所谓的 union type。union type 的意思就是这个 actor 呢，你可以送给他 int 这个 message 或者是 string 的 message， 可是你不能够送给他这两个之外任何其他的 message。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一刚开始这个 Arca 的 actor， 他一刚开始很
这个为人诟病的地方，就是说，因为他你可以送给他任何的 message，所以如果你送给他一个 message，他没有办法 handle 的话，他就把它送到 dead letter queue，然后你也根本不知道有这一回事啊，所以这在这一方面就很难 debug。可是现在因为我们有这个 union type，所以很容易的就可以说这个 actor 他只接受 int 跟 string 这两种 message，任何其他不是 int 或 string，像这里是 true 的话呢？Compiler 就不让它过了，OK？所以这个就用这个 union type，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做达到这个所谓的这一种 type safety 啊、哦。好，有一个这个convergent 点 Scala，那在 Scala 三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这个你要做 implicit convergent 的时候，它有一个新的。方法哦，如果你要用过去 implicit 来做的话，还是可以；或者是你现在要用 given 来做的话，你就要这个来 implement 一个叫做 conversion 的这个 abstract class。可事实上，这个 conversion 的 abstract class 呢，它也只是 extend 这个 function one 哦，t 跟 u，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function 哦。你给我前面就是 function 的这个 parameter type，以这来为例，它是 either a b。我 return 回去给你，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union A 或 B 啊、哦，所以其实 A 或 B 这个 union type 其实就是 either A B，OK，、okay? 它只是，所以这个 conversion 是一个100%的 conversion。我们来看一下程式。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这个 conversion from either A B 到 A or B 啊、哦。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100%的 conversion。这里的话，其实就是一个 partial function。如果是左，因为它这是一个 function 嘛，哦，我得是左either 的左边的话，我 return x；右边的话，我也 return x。可是因为它 return a 或 b，所以出来的结果就是 a 或 b 啊、哦。或者是说，我们 conversion 我们可以 convert between unit 或者是 a 到 option a 啊、哦，那这也是一个100%的 conversion。OK，所以对这个就是所以我们可以说一是这个either，我们 define 一是这个 left 456的时候，我就可以 assign 这个一给 x，虽然 x 是 int 跟 unit，所以它就可以自动的做这个 conversion。然后下面 option 的话也是一样啊、哦、，option int 我 assign 这个 yx，可是因为它是上面有一个这个。unit to a 到 option a 的 conversion，它这边也会自动做。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你的，它把过去我们做 implicit conversion 是 implicit 的东西，它现在变成是，就是你比较，它就是用 conversion 这个，你要来 implement conversion 这个 abstract class，所以会比较清楚一些。好，cupcake。这个的话，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哦。虽然说现在可能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用它了，它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DI 的 framework 啊、哦。那我们知道过去 Scala 2的话有一个 cake pattern，我们用 cake pattern 来做这个 DI 的 framework。那只是那个时候呢，它有一些不好的地方了，可以这么说。所以如有什么地方不好，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啊、哦。不过基本上我们这一个。cupcake 的话呢，它就是用来，它就是也是做类似 cake pattern 所要做的事情，可是更简单一些啊、哦。所以这里面我们会用到几个新的 feature，比方说implicit type class，这个implicit function types。那 implicit function types 的意思呢，就是后面这一段，后面这里啊、哦，这个你可以 return 一个 function，可是这 function 的 parameter 呢，它是 implicit。哦，它的 parameter 是 given，哦，是一个 given 的 parameter，或者是它有一个现在 Scala 3里面有一个 function 叫做 summon 的话其实就是 Scala 2所谓的 implicitly，那这个它只是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叫做 summon 而已。summon 就是在我这个我现在当你做 summon file service 的时候，它就会compiler 就会在它的这个 scope 里面。找到说看有没有 file service 这一个 given，他把它或者是这个一个 implicit 的这个 file service，他就把它抓过来啊、哦，然后来 call 点 write。trait parameter 现在在 Scala 3里面，trait 可以有 parameter 了
好，这也可以有 parameter 了。然后我们在这里，我们也介绍 intersection types。我们刚刚有看到 union types， 那当然它的相对应就是所谓的 intersection type。那 intersection type 的话呢，它刚才的union type 是这个或者那个。intersection type 的话，就是这个 all service， 它一定要 implement 后面这几个不同的 service and 哦，它一定要 implement。另外有一个所谓的这个export classes， 这个我们看到程式之后再解释会比较清楚一点。所以 cupcake 这边我这第一行就是最重要的，可是这也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type alias 哦。我这前面这个一杠。肥箭头呢，它基本上是一个，就是一个 type 的 alias， 然后它 take a 跟 b， 然后它基本上它就是 given a return b， 就是这样子而已。OK， 在这个Scala 里面，如果你的 type 是都是 symbol， 没有 a b c d， 都是 symbol 的话，它这 type 是可以放在中间的啊。所以比方说像这里 file service。这个 type unit， 它可以放，它把它，它可以做 infix 啊，所以这里我们 define file service， 它就是一个 write。那我们 define 一个这个 file service， 在一个 file service 的 companion object 里面呢，我们 define 一个 helper 的这个 method， 叫也是叫做 write， 只是这时候它就是它要有一个，它要 return 一个这个 implicit function 啊，它 return 一个 file service。然后 given 一个 file service， 然后 return unit， 所以这一边我们就可以 summon 这个 file service， 然后 call 它的 write。所以这个 file service 这一个 type 是上面这个 tree type， 跟这个 object 是一点关系，跟这个 object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我们 define 一个 data service 呢，它是 insert return 一个 int，OK，return 然后这底下也是一样，我们也 define 了一个这个 helper， network service 也是一样啊。Log service 的话呢，它是一个 tree， 可是它可以 take 一个 parameter， 所以我可以说你要做 log， 对不对？那你的 prefix 是什么啊？所以我们这里用这个所以 log service 这一边呢，这里其实就开始有一点做 DI 了。它基本上就是说，你要 log 的，你要来 call 我这个 log 的话，那我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 file service， 我要有一个 file service in scope 啊，我要有一个 file service， 我可以 summon 过来。你这个 log compiler 才会让它过，OK？所以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 all services，我把所有的 service 都 define 在这个 all service 这一边，所以我们可以 define 一个 method，比方说像 persist，我 persist 的话呢，我要写 file，我也要 insert DB，OK？所以我这边我就可以说，我这个 method 因为我要写 file，所以我需要 file service，因为我需要写 DB，所以我需要 database service，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做一个 and 之后。这个就是它一定要有的，这个就是我们会被 inject 进来的东西。所以当我有这两个东西之后，我就可以 write，我也可以 insert。OK，send 的话呢也是一样，哎，我需要有一个 database service 跟一个这个 network service 的时候呢，我就可以说，我就可以这样子写，然后它的 return type 是 boolean。所以这里我就可以 call insert，然后可以 call transmit。所以意思也就是说，当我要来 call 这个 send 的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我没有 database service，或者是我没有这个 network service 的话，compiler 就不会让我过啊。所以像这个 process 的话，我说我需要 all services，我刚才有 define 的这个 all services。那这里的话，我基本上我所有的 method 我都可以来 call。所以这里我们只要define 一个 class，它我们叫做 universe 啊，然后它 extend 我们刚才所有的这些 service，然后把它做成是 implicitly 的这个 available，做一个 given 之后，我就可以来 call 这几个 method，然后它自动的就会做 DI 进去了。OK，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一段程式。如果说有一些时候，像我们这里有一个 given syntax，对不对？这个 given context，那这 context 里面它基本上就是 all services 啊。那
这 context 里面讲，有些时候，假设我们要 mark 这个东西，mark 这个 context 的话，你是可以做的，就是说我做 given mark，然后当然你这里面你要 mark 它，你这所有的这个 file service 啊，database service 啦，它所有的 method 你都必须要 define 出来，太麻烦了。所以现在 Scala 3有一个叫做 export，我可以 export context 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把 context 里面所有的 method，当然有包括 insert、transmit 这些，刚刚看到所有的这些 method，它就把它 export 出来，你就不用写了，你就不用写像我们过去在要做 delegation 的时候，你都要写一个这个 insert 等于 ctx，insert transmit 等于 ctx transmit，你就不需要做这种 delegation，你做一个 export 它就结束了，它就把所有的 method 它都 export 出来。然后我们再 override 我们所要 mark 的这个 method，这样就好了。OK？ 好 ，KVS， 我们这里 我们有几个 example 啊 ，KVS。那 KVS one 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key value 的 store 啊。那这里的话就是我所谓的这一种 type class oriented 的 programming。我们过去有 object oriented 的 programming， 我们现在有一个 type class oriented 的 programming。我觉得这是一个比 OOP 更好来 organize 你 program 的方法哦。然后基本上它也是一个 solution to 这个我们所谓的 expression problem。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什么叫做 expression problem。不过 expression problem 就是我们过去在做 OOP 的时候它比较难解决的地方哦。那事实上用 type class 的话，我们可以蛮简单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哦。这里面我们会提到 parameter on toppling，在我们看程式的时候我们再来解释。所以这里我们define 了一个很简单的 trait KVS，那它基本上就是我们 define 一个 A， 这个 A 呢它可以有 put 有 get 有 delete，然后它的 key 基本上就是 vector value， 就是 vector 都是 vector of bytes，基本上就 byte array 了，那一个简单的 KVS 的话呢，它的 implement 它的 data 会是什么？比方说像是 list 里面有一个 tuple， 那 list 里面list of tuples， 然后这个 tuple 就是vector of bytes to vector of bytes， OK？ 所以我们来实做这个KVS 的话呢，这个、KVS 就是我们这个 A 它就会是 simple KVS。那 simple KVS 里面，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们要把这个 key value pair 塞到这个 list 里面来，我们就先把它 delete 掉，然后塞进来。或者是 get 的话，我们可以去做 find 的动作；或者是 delete 的话，我们就做一个这个 filter not。OK， 这就是很简单的这个用 list 来 implement 这个 KVS。你也可以用 map 来 implement 这个 KVS 啊，就是 map of vector of bytes vector of bytes。那用 map 的话，其实也蛮简单的 ，get put 跟 delete 就是 put get 跟 remove 就是这样子而已。OK，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 implement 两种不同的 KVS， 然后它的 underlying 的这个 data 的 representation 是不一样的啊。可是虽然是这样子，我们这里有一个 method 叫做就是 put get delete， 所以我们可以 put 这个 vector， 然后去get 出来之后 verify 说确实是我们所想要的，然后我们也可以 delete 它。所以这样子的话，我有一个 simple KVS 的时候，我可以来 call 用 simple KVS 来 call。put get delete， 我有一个 map 的 KVS 的话，我也可以用map 的这个 KVS 来做 put get 跟 delete。所以意思也就是说什么？就是我这个 type class oriented 的 programming 呢，就是我把 data 跟我所会对这个 data 做的动作两个是分开来的，不像是 OOP 这样子，我两个都是放在一起的，我是把它分开来 ，data 归 data， 可以对它做事情的 logic 归 logic。所以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比方说像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这个 KVX extend， 这 extend 的话呢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想要多一个 method 叫做 get prefix。那这个 get prefix 的意思就是，任何在你里面存的 key 里面有前面我这个 prefix 的，就麻烦你帮我选出来给我。所以它的 signature 是这样子 ，get prefix， 然后它会 return 给你一个 list of tuples， 然后这就 tuples 也是一样 key 跟 value。OK， 所以我们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就 define
这个 simple KVS 它有一个 KVS 的 extent，它的 implementation 是这个 map 的 KVS 的话，它的 implementation 是这个的时候，我就可以来做这个 KVX 的 extent。大家想一下，如果这个是 OOP 的话，如果你现在并没有办法 access 到前面的 KVS，意思就是说前面这 KVS 你不能够修改的时候，那这 OOP 要做到这一件事情，其实是蛮不简单的哦。那可是这里的话，我们就是。我们做了刚才那个 extension 之后呢，我这有一个，我们就可以做 put，然后我可以 get prefix，因为它的这里 given 就是你要能够来做这个东西的话，你除了要有 given KVS 之外，你也要有一个 KVX extent，我这个程式 compiler 才会让它过，所以只要有这个 KVX extent 在 scope 里面的时候，它就可以来做 get prefix 的这个动作啊。好，那 KVS two 呢，其实也是一个这一种我们所谓 type class oriented programming 的一个延伸哦。它最主要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key value 的话，它都是 vector of bytes。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 type 哦，所以这里我们有介绍所谓的 given parameter，就是说你后面你这个除了一个一般的 parameter 之外，你后面也有一个 given，这就跟 Scala 2的 implicit 的 parameter 是一样的啊，只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如果你要给它这个 given 的话，你一定要这个 given 的 keyword 一定要写之后，你才能够给它后面的这个 parameter。Scala 2的 implicit 的话呢，你就直接给它 implicit 的值就好了。可是在这个 given 的话，你前面一定要写给它一个有一个这个 given 的 keyword。Given constraint 的话呢，就是我这个 given 要能够成立的时候，我一定要有另外一个 given，哦，它这个 given 才能够被这个create 起来。Type name parameter 的话，就是如果这个 type 它里面，等一下我们看程式，这个会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看一下程式。所以这 KVS two 的话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它是有 type 的 KVS。我们前面看到这个，所以它的这个 method name 是 put t 啦、get t 啦这些的。我们前面有看到它的 key 呢，我们前面这个 KVS 它的 key 是 vector of bytes，value 是 vector of bytes。可这里的话，它的 key 就是 k，然后 value 就是 v，它是可以有 type 的东西。那可是你怎么样子？可以有 type 的东西呢，你必须要给我一个 thirty 啊，就是它的这是 thirty 就是 stands for serializer deserializer，所以你需要有一个给我一个 k 跟 v 的 serializer deserializer 的时候，我就可以做 put t 的这个动作，OK？那get t 的话也是一样啊，你一定要给我一个 thirty 的 k 跟 v 啊，delete t 的话也是一样。所以这里我们真正 implement 它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implement 它的时候，这里我就有用到 given KVS，就是我们前面有看到的这个 KVS。前面的 KVS 是可以去 put get 跟 delete vector of bytes。这里的话呢，就是我 put t 的话，我就用这个因为serializer deserializer 它可以来帮我把 k 跟 v 呢转换成为是 vector of bytes。所以我就利用它的这个 serialize 来先做了这个之后，然后再把它 put 进去的时候，那我自动的就可以有这个有 type 的这个key value store 了啊。所以这里的话，像我们这里可以 put t hello world 就不用 put 这个 vector 一二三四五六的，然后我这里可以 verify 说它回来的是 world。这里的话，我们就看到它这里我们有所谓的 name 的这个 type parameter。我们看一下 get t 哦，get t 这一边呢，基本上它是需要 k 跟 v，对不对？它的 generic 的 parameter 是 k 跟 v。那过去 Scala 2，如果你要给它这个k 跟 v 的话，你一定要 k 跟 v 都要写出来。哦，可是现在这里我们后面的这个key 是 k，对不对？key 是 k，所以这个程式来讲，我后面 k 是 hello，是一个 string，所以 Scala 的 compiler 已经知道 k 是 string 了，所以它不知道 v 是什么，所以这边我们只要给它写说 v 等于 string 就好了
哦，他就知道我现在要转 string 出来给你啊，哦。意思也就是说，他现在知道说他这个 thirty 呢的 v 呢，它需要是一个可以做 string 的 thirty 的 v。所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到有 type 的这个 KVS。所以这里面我们刚有看到的这个 thirty 呢，我们大概看一下。thirty 其实就蛮简单的哦，它基本上就是你给我一个 a，它会 serialize 成为是 vector of bytes，或者是你给我一个 vector of bytes，它会把 a 给做出来啊，哦。所以我们有不同的 thirty 的 type，比方说 int，哦，比方说 string，或者是说我要做一个 tuple 哦，a 这个 a 跟 b，OK，所以int 的话就我们都用 by buffer 来做一个这个转换，然后 string 的话也是一样哦，string 的话用 get bytes。好，这个KVS 三，我们时间快到了。KVS 三，这个 KVS 三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其实跟前面的 KVS 是类似的哦，只是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所谓的这个effect 的 type。我们来看一下程式。我们前面的 KVS 的话是只有 A 哦，可是我们现在多了一个 F，OK，F，然后它这就是它的 effect type，OK，这是它的 effect type，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 effect type 呢，它是什么？它是 ID，ID 的意思是什么？ID 的意思就是你的ID of A 呢，其实就是 A，好，所以基本上 IDA 就是 A，OK，所以当 IDA 就是 A 的时候，我这个 map 的 definition 其实跟前面的 KVS 是一模一样的，OK，可是我们在这边我们有另外一个 KVS 的 implementation，它基本上是什么呢？它是透过网路来取到它的这个 key value pair，啊，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就是有。我们这里的话就是有透过网路来，我们等一下，我们有一个这个 KVS 的 server，然后透过这个 TCP 的 socket 呢，来取到我的这个 key value pair 哈，哦。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就是这也是我所谓的这一种 type class oriented 的 programming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这一种 implementation，然后我们底下。这个我觉得这个细节我们可以先不要看哦，不过它基本上它也是透过这个透过 socket 的 IO 来做 put 啦，来做 get 啦，来做 delete 啦这些的哦。那所以我们这边测试它的时候，我们这边在测试它的时候，你看我们只要 create 一个 KVS 的 client，给它一个localhost 跟哪一个 port，我也是可以做 put get 跟 delete 啊，跟前面是一模一样的。这里我们有一个 protocol 的 Scala，这里我们介绍一下enumeration。Protocol Scala 这里 enum 这个 enum 的话呢，过去在 Scala 2里面有所谓的 enumeration 的 trait，可是那个不是很好哦。现在这个 enum 的话呢，你只要有一个 enum 的 keyword，然后后面甚至于你说 extend Java 的 enum 的时候，它真的就是一个 Java 的这个 enum 了啊。然后你这里就可以做，它的 enum 的其实它的变化是蛮多的，不过最基本的语法就是你有一个 case put get 跟 delete。OK，那我们用这个就来 define 我们这个 protocol 里面，不管是它的 command 也好啊，reply 也好啊，都可以用这个来做。这里我想大概就我觉得不用，不用再赘叙了，因为它这里就是比较多的这个这里我们有用到 cats 哦，然后来做 socket 的 IO。像 read bytes 啦，我可以 read 一个 byte 或者 read 这个length 的read n bytes 哦，多少先 read 一个 length 进来，然后再读 bytes，write bytes 也是一样啊。
最后是 KVS server，这个就是我们的 socket server，然后 socket server 这里面就是就做 socket。OK，那这里面我们有用到一些 cat's effect 的东西，所以让我们能够做到这个multiple 的这个 client 都可以上来。好，不好意思，我今天时间比较不够，那。这怎么？哪一个？Anyway，谢谢大家。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等一下可以在外面讨论。OK，谢谢。谢谢。